两位玩乐器这个配合起来啊，马上就是感觉你们多才多艺。其实，钟丽她会的乐器很多啊，你呀、从香港来的，你都不知道。你知道她会吹多少种乐器吗？我知道她是吹王之王啊，我们大家都听到了。有动就都会吹。全部都可以吹，很厉害。那他说一个宣传点就是只要有洞他都可以吹，那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。文明不如见面好厉害。我好兴奋啊，因为再过两天就是圣诞节了。圣诞节啊，圣诞节到，怪不得这身打扮哈。是啊，你没看一个这活生生一个圣诞树就在这儿吗？为了要让它更像圣诞树。老婆，麻烦灯可不可以稍微关暗一点点，气氛给它来一下下好吗？哎呦，这还有变化吗？来，再按。哇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美凤姐下面会亮的，是啊，下面会发亮啊。圣诞节到，哎，就像一个圣诞树一样。哎，它还会闪，还会闪。有意思啊，这个设计，好漂亮。哎呦，怪不得刚刚说像圣诞树，我们看不出来。电灯一插下去，真的不同，也有点像灭蚊灯啊。今天我们请了两个圣诞天使来到我们现场，对啊，他们不出现呐、我保证马上圣诞气氛就起来了。大事大条了！贵公大义，把他们请出来。好，麻烦我们特别来宾张钟丽、范小萱。主持人好，我是张钟丽。Merry Christmas！ 年轻人在一起就比较有圣诞节的气氛。真是马上就嗨起来了哈！这我两位玩乐器，这个配合起来，马上就是感觉你们多才多艺。其实，钟丽她会的乐器很多啊，你呀、从香港来的，你都不知道。你知道她会吹多少种乐器吗？我知道她是吹王之王啊，我们大家都听到。有动就都会去，真的听过了，连花生米啊、菱角啊，全部能挖洞的全部都可以吹，很厉害。那他说一个宣传点就是只要有洞他都可以吹，那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。文明不如见面好厉害，相信了吧？那你范晓萱也不简单了。但是他选的这个乐器其实艰难度也挺高的啊，对，而且那个中期要锻炼这种。我也想问一下两位，有没有最难忘的圣诞节呢？最难忘的圣诞节，你也想一想有没有最难忘的。
我有，我先我讲的。好，那你先说，我先讲，慢慢想。我记得有一年呢、啊，然后我去也是一样去教堂参加弥撒，参加完弥撒之后呢，我就一个人开车，然后那年刚好张圣诞节之前就跟女朋友分手啊，然后就看到街外面很多情侣都双双对对啊，很甜蜜很浪漫的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在车上里面就滴下圣诞泪出来了。真的，这个是真实来的，我发誓真的。这个女朋友真是会挑时间，挑这个时候分手。因为我们学校是天主教学校，所以也是很注重这种节庆。然后我们那时候住校，所以呢，整个那个餐厅啊，大家一起，你有没有看过全校一起围炉是什么样子？真的很过瘾。全校。真的哦，就是全校一起围炉，然后围炉完了以后呢，大家就开始回去宿舍打扮。晚上有那个圣诞舞会，好棒哦！那是记忆最深刻的，都是在学校里面办。对，不过刚才两位出场的时候都吹着一首那个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， 其实呢，圣诞歌曲啊，有代表性的圣诞歌曲不止这一首，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很多变化，很多对，代表这个圣诞节的气氛。嗯，两位是不是再带来一点气氛给大家呢？这个圣诞节气氛的歌曲，好啊，我们来做一些，比如说编曲上面不同，还可以改编的，不这样的小哥，他们在吹。那个长笛，我们也玩一些乐器，来配合是吧？五人大乐队 ，OK， 来准备。我们也找乐器。哎呀，怎么洗衣板都出来了？对，洗衣板是我研究很久的那个乐器，有板的我都能弹的，你有动不动会吹？其实有板的我弹的，不开玩笑。那就演奏一首 We Wish You。啊，对对，这个也常听到的，来。他们先开始。是是，我就真怕把你们的气氛搞坏，还可以吧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就是有职业的水准。对，尤其他刮得非常的投入，表情非常丰富。这是一百。哎，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跟我们快过这个圣诞节。当然了，在这个圣诞节祝两位了圣诞愉快，然后祝大家也是圣诞节快乐。好，再代表就是我们飞跃今天。今晚是咪爱唱一个歌曲个，大家欣赏一下。是是，这是一个国民应该的一些礼仪要注意。接着下来，我们要唱首歌曲。是的，嗨。愿你走进甜甜梦乡，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。各位朋友，上班不要迟到，不然待机多点。每月星期天。